像是要拍宣传照的时候遇到一个金发正妹，音乐下。宣传照居然是个丑妹，我们真的是找错人了。顿时工作人员心里只有一句话，也是一样，放音乐。拉你狗我超级大，超级超级大，想要英雄我全力快出发。拉你狗超级大，就是超级大，想要英雄你还是快回家。好啦，欸，我刚刚声音是不是都进去了？糗了，对不起大家，反正这个表演啊，不要那么计较。对，没关系，既然都找到他要拍宣传照了，大家知道他是谁吧？算了，大家不知道，大家不知道，那就算了。对，那既然要跳宣，既然要拍宣传照，是不是该换点衣服？不要脱我的水手服。不脱嘛，冬雨系今年风格就是新山色，来吧，不脱是不是？没有他，我们冬夜这还是办起来，对不对？再来音乐吧。好啦，大家可能有点茫然，我们到底在干嘛？不要这样，大家开心就好。对，这是最后一个表演的最后一个表演了。对，希望大家有个美丽的夜晚。별이 비는 나는 아름다운 밤이야 yeah. 이 밤이 영원하길 내 손 잡아 봐. 구름 달 빛이 아름다운 밤이야 yeah. 나 멋져 하늘을 걸어 봐. I know.
아름다운 밤이야. 谢谢大家，那今天的晚会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，我们不来。